佛说金色王经，原为婆罗门瞿昙般若流之意，沙门昙林比寿。如是我闻。一时，婆伽婆住舍婆提城奇陀树林及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。二时，世尊有多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诸王、王等群臣、宰相、种种外道、沙门、婆罗门、波尼波舍迦、天龙、夜叉、前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侯罗伽等，侍卫供养，恭敬尊重，奉己所需。世尊如是多得净力，衣食卧具，病患医药，一切天人受用之物。然佛世尊不染不着，犹如莲花除水无异。圣善名称，普闻世间一切赞叹。尔时，世尊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于诸世间天人模范沙门婆罗门知识所宜，如应说法。彼所说法初中后善，意善语善，纯备清净先白范行。二时，世尊告诸比丘言：诸比丘，若有众生能知布施施果分报，如我所知施果分报，于时时时，若初时团，若后时团，不以少分先舍施已，则不自施；离集心垢，则能舍施。诸比丘，若有众生不知布施施果分报，如我所知施果分报，如是众生若初时团，若后时团，不以少分舍用施他而并自施，有极心垢则不能施。何以故？诸比丘，过去有王名曰金色，端正殊特，容相具足，成就最上圣妙色身。彼金色王极大富乐，有大财宝，多有杂物，多受用物，多有钱古珠及珍珠珂宝珊瑚，多有金银饶生色金，多有象马，多有牛群，多草马群，充满蓝酒。金色王都名饶金城，王处其中，东西之量长12由旬，南北之量广7由旬，人民充满，坚无旷处，安稳丰乐。57亿村邑聚落，人民充满，安稳丰乐。60000山川皆有大城，城有主者，人民充满，安稳丰乐。彼金色王多有臣众18000，中宫才女乃有20000。彼金色王善知王法，依法而行，与彼国法如法为王。彼金色王一切所有皆能舍施，无物不舍，乃至身肉。彼食人寿84000。彼金色王富于一时，在空闲处寂静思维，生如是心：一切商人我当不税，一切人民我当不负。时金色王即思维已，召唤大臣左右内外诸曹百官，如是斥言：自今以后，一切人民一切商人不富不税。
普贤菩提一切人民放其赋税，彼金色王以此方便如法治国，乃经多年。复于一时有恶星现，应时二年天不降雨。有婆罗门善知相术，善知咒论，知太白等众星行度，既见恶星瞻相之矣，亦金色王。既到王所，俱为王说，作如是言：天今当知恶星已出，与天不祥，应时二年天不降雨。使金色王闻是于矣，悲啼泣泪，呜呼嗟叹，作如是言：苦哉，我此阎浮提人！苦哉，我此阎浮提人！何期我此阎浮提处，安稳丰乐，多饶人物，未久之间，何期空旷无有人民。使金色王于须臾间悲啼止矣，如是思维，妇人饶财，古时风长，于十二年能过不死。若贫穷者财物至少，古时不足，云何存活？彼十二年云何能过？彼金色王如是念矣，复更思维，岂如是心？我今当即阎浮提中一切古时具着一处，一切外舍，一切村落，一切城邑，一切人处，国土王处，所有古时皆悉将来，量之多少，一处作仓。阎浮提中一切人民数之口数，即十二年均等与时。使金色王如是念矣，即唤大臣左右内外诸曹百官，一切官房诸近寺处，所有主者皆心来集，如是赤言，卿等皆去。阎浮提中所有古时一切收减，量之多少。阎浮提中一切外舍，一切村落，一切城邑，一切人处，国土王处，所有古时皆悉将来，量之多少，一处作仓。彼大臣等闻金色王如是赤矣，阎浮提中所有古时一切收减，量之多少。阎浮提中一切外舍，一切村落，一切城邑，一切人处，国土王处，所有古时皆悉将来，一处作仓。然后往到金色王所，作如是言：天今当知阎浮提中一切外舍，一切村落，一切城邑，一切人处，国土王处，所有古时皆已收据，量之多少。阎浮提中一切外舍，一切村落，一切城邑，一切人处，国土王处，所有古时皆已将来，一处作仓。天应之时，随意所作。使金色王唤阎浮提善算术人、善知书人，如是赤言：卿今速去阎浮提中一切人民数之口数，从我为首。阎浮提中一切人民均等与时，一切行语。彼之算术善知书人闻金色王如是赤矣，即而速去。阎浮提中一切人民皆悉遍数之口数矣。善知书人具作文案，谨送奉王。使金色王自身为使，
阎浮提中一切人民均等与时，一切行语如是乃至到十一年存命不死，初十一年经一月日，处处多有男子妇人，若男若女，渐渐换机。何以故？古欲禁故，由故复有十一月，在处处多有男子妇人，若男若女，饥可欲死。当于尔时，阎浮提中一切古时皆息已尽，仓皆空虚。尔时唯有五升熟饭，可给一人一日之食，供金色王一时食在。时有一人，过去已经四十劫来行菩萨行，乃至到此娑婆世界，于一林中见两众生母子二人共行一遇，使彼菩萨如是见矣，心即叹曰：如是众生极恶烦恼住其邪中，因其如已作如是事，何处更有如是恶法？我今不用如是众生，不用如是非法众生，非法欲染邪见恶贪之所缚人，不识父母，不知沙门及婆罗门，不护种姓，不敬尊长，不念亲旧，我今不用利益如是极恶众生，菩提之行我今应当作自利益。使彼菩萨即起誓心，即向一处一树根下，即到彼已，依彼树根结跏趺坐，端身正念，使彼菩萨与五趣音若出若没，随顺观察，此色即起，此色散灭，如是此受，此想，此行，此时即起，此时散灭。菩萨如是与五趣音随顺观察，见此末已，未久之间，所有即法一切散灭。既如是之，以是因缘，即时获得圆觉菩提。得菩提已，而说偈言：因爱故生苦，如是应舍爱，当乐于独处，犹如蜥蜴脚。使辟之佛圆觉世尊如是意念：我为众生作利益故，多行苦行，无一众生得我利益。我于今日怜悯众生，为作利益，于何人所受其饮食？使辟之佛圆觉世尊得天眼通，清净过人，普遍观察阎浮提处。彼辟之佛圆觉世尊见阎浮提一切实境，为金色王一时之时五生饭在，即观察已，起如是心：我今怜悯彼金色王，未作利益，我今当往取金色王一时而食。时辟之佛圆觉世尊即以神通飞空而去，自现其身，令人得见，如射居泥鸟身神通，向金色王饶金成都。时金色王住在楼上，五千大臣一切皆见彼辟之佛圆觉世尊。诸大臣中有一大臣于仙遥见彼辟之佛圆觉世尊在于远处，见欲来近，如是见已，向于大臣如是说言，均等皆看。
君等皆看，与彼远处有一赤赤射居泥鸟向此而来。第二大臣看以答言，君当地观，彼非赤赤射居泥鸟，彼是罗刹实力恶鬼，欲来至此使我等立，今来使我。使彼大臣是金色王作如是说。使金色王两手抹面，然后地观，地观察已，与大臣言，大臣当知，彼非赤赤射居泥鸟，亦非罗刹实力恶鬼，彼是仙人怜悯我故而来至此。时辟支佛圆觉世尊于须臾间到金色王所住楼上，时金色王见辟支佛圆觉世尊即便起迎，顶礼其足，顶礼足以设好夫具，劝令就坐。彼辟支佛圆觉世尊在坐坐矣，时金色王向辟支佛圆觉世尊作如是言：不审仙人何故来此？答言：大王，我今为时故来至此。时金色王既闻是语，即而悲啼泣泪而言：何期我今如是贫穷，此阎浮提富乐自在，我已得之。忽于今者，此一仙人不能供给一时好食。尔时彼处有一天女住在饶金王都城中，向金色王而说寄言：何法名为苦？所谓贫穷事，何苦最为重？所谓贫穷苦，死苦与贫苦，二苦等无异，宁当受死苦，不用贫穷生。使金色王闻是说已，召唤厨宰而问之言：有饭食否？我欲供养此大仙人。厨宰答言：王今应知阎浮提中所有古食一切皆尽，为天所食于一时在。时金色王如是思维：我若自食，我命暂存；若不自食，我命速尽。如是念已，更易思维：若我自食，犹不免死；若我不食，死则俱然。我今不取如是少活，此大仙人清净持戒，修行善法，既来我家，云何令其不得饭食，空钵而出？时金色王如是念已，敕与大臣左右内外诸曹百官及眷属等而作誓言：汝等一切皆当随喜，此我金色王最后布施，以此善根，愿阎浮提一切人民自今以后于当来世永断贫穷。使金色王如是愿意，持一时饭至辟支佛圆觉世尊所持钵中，如是至矣，受辟支佛圆觉世尊右手掌中。时辟支佛圆觉世尊法皆如是，以身示法，非口言说。时辟支佛圆觉世尊受金色王所施食已，即以神通飞空而去。时金色王并诸大众一切合掌，皆悉地观，
目不暂顺，于是乃至过眼境界，使金色王斥诸大臣，左右内外诸曹百官，防守门者及眷属等，作如是言：卿等皆去，各到自家，饥渴饿死。彼诸大臣之眷属等，一切皆言：天圣乐时，我等一切与天相随，嬉戏游观，俱共受乐。我今云何能舍天去？时金色王既闻是语，悲啼泣泪，手吻泪已，欲诸大臣左右内外诸曹百官眷属等言：卿等皆去，各向自家，勿令一切于我宫中饥渴饿死。而时大臣左右内外诸曹百官至眷属等，一切悲啼，皆惜泣泪，手闻泪已，相与前行，进金色王。既到王所，头面敬礼金色王族，礼王族矣，一切合掌向金色王作如是言：随我多少所作诸恶，唯愿大天忍我此事，我于朝日最后见天。如是时间，彼辟之佛圆觉世尊受其施时，将向一处使彼时时，普于四方似云轮起，凉风吹山，令阎浮提其地皆静。二时凉风吹阎浮提，其地静矣。中后半日，天欲种种屈陀尼时、蒲舍尼时、如是色时，所谓饭炒即以熟豆，欲如是等蒲舍尼时、屈陀尼者，所谓饼根、茎叶、花果及胡麻等。此屈陀尼如是富有油脂俱女，此屈陀尼稻米磨饼，此屈陀尼欲如是等种种食等。时金色王见如是事，心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善意心生，欲诸大臣左右内外诸曹百官至眷属等，而作事语言：卿等当看，卿等当看，朝日如是，一时施报得如是果，复有无量于果报在，后必当得。如是七日，从第二日至七日中，复更异域种种谷等，所谓胡麻、大豆、小豆、大麦、小麦、豇豆、逼豆、稻粱、米等。七日愈矣，如是次第，七日愈苏，七日愈油，七日愈前，七日愈叠，赋于种种杂欲，赋于七日为欲七宝。所谓金银及皮琉璃、丝坡之家、赤色珍珠、并玉玛瑙、牟梭罗等如是七宝。诸比丘，汝等当知，彼金色王施食因缘，普阎浮提一切人民贫穷永断。汝诸比丘，于意云何？彼过去是金色王者，岂一人乎？莫作一观，何以故？诸比丘，彼过去是金色王者，则我身是。诸比丘，此门如是，汝应善之。如是众生之不施果、不施粪报，如我所知，施果粪报。若初时团，若后时团，
不以少分，先舍失矣，则不自食，离极心垢，则能舍失。如是众生不知失果，不失粪报，如我所知，失果粪报。如是众生若初食团，若后食团，不以少分，分舍失他而便自食，有极心垢，故不能失。二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前作善不善，不施罪福业；亲近狭秽者，不施往来业；圣众终善语，不施语言业；知恩报恩人，不施所作业。善业为端正，不善为鄙陋。二业皆有报，必定实得果。世尊尔时说是语已，彼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天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吼罗伽，一切众会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。